各位三赞的小伙伴们，我是兔哥老刘。本期视频我们完成屌丝账号逆袭的第一步，配出账号中最强的一对。当然，这个账号最强的就是大鼠枪，诸葛、赵云、张飞。我们看一下战法情况，诸葛带的是兵无和大机士，赵云是破阵和重兵，张飞是圣器和落凤。赵云和张飞的战法属于常见的配置，整个队伍战法配置属于纯粹的输出流。全部都是打控制打输出的战法，这个账号只有这一队能打，我想应该降低输出，增加恢复与减伤。我们看一下战法情况，首先是减伤战法，有御敌和战地，那么优先选择战地。按智力与武力属性值来看，全队诸葛的智力第一，赵云因为有主技能加成，全队赵云武力第一。我们看一下战地的说明，前三回合智力最高的武将受到兵刃伤害降低 40%， 武力最高的武将受到谋略伤害降低 40%， 并且降低的幅度受智力的影响，所以战地只能给诸葛带，效果是最好的。实战中战地的减伤会达到 70% 一多。诸葛目前带的是兵无和大机士，先考虑用战地换下大机士。张飞是辅助输出，诸葛带控制带恢复带减伤，感觉整体的配置更加的均衡，大家感觉如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再见。